找家人呐！找家人呐！好，我们知道。演习人员扮演受灾民众，惊慌失措。慈济志工上前安抚情绪，并引导民众先坐下休息。现在心有比较定下来了吗？有了哈，这个比较安心，我们会陪伴你。安全感一点。好。另一边，志工迅速开设行动厨房，设置净水设备。我们的行动厨房，我们就可以提供。 这种在灾区里边提供我们的热食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净水设备呢，也可以提供我们的相关的饮用的水的部分。这个在强调慈济急难救助队呢，这个防灾动员的这个设备的能量了。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，在竹南及头份运动公园两处举行，包含全国27个单位，慈济志工动员了40多人参与演练。 我想慈济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经验的，不管是物资的供应，或是在民众的心理的安抚这一块，其实慈济都做得非常的多。对我们一旦有发生灾害的时候，一些救灾人员或是一些灾民收容的部分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提供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。实地参与大型演练，也让志工得到观摩与学习的机会，进而充实未来防救灾能力。 大爱新闻，张尚美志工张海涛、黄前旦、傅台娟、杨美君、苗栗报道。